中国古人说：“交得其道，千里同好；故与交期，先于金石。”尽管我们五国国情不同，但我们对伙伴关系、繁荣发展的追求是共同的。 过去10年， 是金砖国家集中精力谋发展的10年，也是坚持不懈深化伙伴关系的10年。在金砖合作的历史进程中，10年只是一个开端。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，只有深耕厚植， 友谊和合作之树才能够枝繁叶茂。有朋自远方来。 My wife here, the woman of my life is here in China. I'm your yoga teacher. All Chinese people love to practice. 我是叶卡，来自俄罗斯。 Что BRICS как мост? 相信，通过各国各界的共同努力，金砖合作的前景一定会更加的光明。让我们共同努力，使金砖合作造福我们五国人民，惠及各国人民。